力所能及的为抗战做点事。水接起来，我也要留一折，待来日对接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槐花，看来你们的婚期要往后推了。这么一表，这都是让日本鬼子闹的。森爷，这是录像。槐花虽是小女子，大道理还是明白的。国不成国，成家何用？国无宁日，民怎安生？红娃，这是干大事儿，你放心去吧。不打跑小鬼子，咱们也不完婚。好，都是槐乡的好儿女。一年的清明节前后，在大槐树遗址举行。八馆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写照，如被从徽商走来，曾以文房四宝为要，当今又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，致力营建幸福小康。这是当年移民带出的红记徽州烧饼。我们台湾牛终于回来了，和骨肉同胞一起祭祖了。今天我们后人把他带回来，回归祖祠，完成先人的夙愿，也期盼两岸早日统一。Thank you.
车子那个更丢了，没丢啊，还估计是丢了。那啥牌子？那啥牌子？哦，是的吗？哦，那我就买回来了，是吗？嗯嗯。那不是我这回嘛，再回来就在，就在那外面，然后就今年都是手办，都买了。你们就直接领就行了，超过40岁的直接领，不用拿门票。来，我来给你。